T30。而断于师，修此三学，可以由戒的定，由定发慧，最终获得无漏道果，所以三学又名为三无漏学。十三第五二三零。四 B A 而断 C 五八点能放使人们造作一切身口意的恶业，定即禅定，经藏之所全，能使人们禁欲成心；慧即智慧，论藏之所全，能使人们发现真理而断愚痴。修此三学，可以由戒的定，由定发慧，最终获得无漏道果，所以三学又名为三无漏学。